这个弧形就相当好啦，入门有个圆方位，这里就预留了一个鞋柜，基本上你不需要思考个空间点摆位。但如果以咁大的 size， 这个鞋柜位是不够用，所以你要做埋个厅柜。然后这里就是厨房，厨房就分两边工作台面，有个双门的雪柜，这个就洗钱。主台面相当够，同埋收纳量都够。唯一缺点个窗就太细，一个天井位。呢度有工作露台，同埋呢边就工人浴室。铺宅嘅基本嘅厨房配套齐晒，唯一一样嘢就唔够光。个厅就系墙身同附身楼底咁高，同埋一扇玻璃窗门烫晒佢。个长形嘅露台就当系厅嘅其中一个部分啦。但是个露台就唔够阔咯，唔够大气，但望嘅景观几好嘅。再转过嚟就系一个睡房啦，两间睡房就相当类似，都系比较方正啲，一个大面积嘅落地窗，然后一个大嘅高窗啦，望出去就全山景，舒服嘅。另外呢度就系一个下厕，有窗嘅，做咗一个干湿分离，咁用淋浴嘅。最后就睇一间主人房，主人房就比较 upgrade 少少，咁都系一个大啲嘅 size， 然后一个大面积嘅窗，望出去就内园同山脉。嗰边就有摆咗个衣柜位啦，咁个衣柜都系靓嘅品牌，同埋有个高嘅侧窗可以做翻啲对流风嘅作用。浴室嗰边就一引嚟就有个全身镜，里面可以摆啲嘢啦。豪宅嘅三件套，佢就冇淋浴得浸浴嘅啫，但系佢有个大窗，用起上嚟就相当舒服。似呢啲单位已经系呢个屋苑嘅入场版，900几尺，1200几万，你觉得值唔值？